生态到了佛山高明区，叫什么银香生态园，然后来这边玩，看超级多车，好多人，哪都多人，去哪都多人。哦，现在我也不知道去哪，其实这次我没有，都是我爸安排的，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反正我就跟他走就对了。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，我们终于进来了，因为实在是太长了，太多人了。好啦，今天又是睁不开眼睛的包。耶、yeah, 什么你还耶、yeah、里面有很多花花草草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它听说还不错的玻璃栈道，不对，玻璃桥，那叫玻璃桥，就是那种透明的，然后很高的，然后在那一面，然后我们现在过去看，挡住了，不好意思，看到了吗？就是那里，那里，我们要过去，这里面还有水上乐园类似的东西。感觉好多，你看那边还有过山车，还有跳楼机，好多东西哦。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桥下面，准备上去了。然后它是分批上去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等着上去。在搭扶梯。那每条扶梯可以去慢点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进来了。多少米来着？288。我是高度哦，高度80米，高度80米，长度288，然后我们现在，哦，我的天，要走楼梯，走楼梯，他在晃。看这个水，看到好高。嗯，这样。你们来喊冰冰。哎呀，真的这样子，又不能答应。
是晚饭时间，然后我们一家人来吃就是私房菜的地方，然后吃晚餐，然后我都没有试过，然后来尝一下。给你吧。不如做下便影咧。转过去那边光线真的很好，嗯，刚好这里有灯，嗯，好，散步，散一会儿，然后再回去，今天就结束啦。比个心，不理我。